乡亲大家，午安大家好。咱的信用甲人文建设会吼，到即摆已经有过八冬啊啦。啊，今仔日是咱第九第九年的第一遍开会啦吼。啊，真无采咱的迄落会长，迄落叶思雅教授吼，伊今仔日袂当来啦。主要是伊讲，三礼拜前伊开刀，开腰椎骨吼，腰椎骨疼啊开刀。啊，因为是相当大的刀吼，虽然迄落恢复了真好势，但是因为就是大的手术，所以伊的医生也佫无爱放伊出来四界乱踅，所以就今仔一个互人较禁足啦。所以袂当来，伊当然是非常感觉真遗憾。但是伊要今日开会进程呢，各项代志拢已经甲咱交代好势啊吼，大大细细拢交代好啊，所以咱就是照伊按过、行过的路吼，要行，都无唔对啊吼。啊，咱今仔这个会议方面是按照伊过去的迄个形式吼，咱第一趟就是讲先做这个的宗教消息的 report 哈，的报告宗教消息啊，咱等下要请贾炳宏教授来讲。啊，第二个节目就是要迄落主题演讲，咱请到林文正先生吼、然后演讲了有一个15分钟的 recess， recess 中间咱有准备一挂点心，即今仔日是迄落。Lily Wang 啊，甲 Amy Shea 吼，因准备的吼，多谢因两个。啊，了迄落business 了是 Q&A 吼 ，Q&A 然后到5点的是散会。啊，搁再以后呢，告诉大家有趣味，会使去迄落的御书房，这个。素食菜馆吼，大家去遐搁在做伙食饭开讲吼，安尼这是今仔日迄落会议的流程啦吼。啊，先甲大家讲一下啊，即马恁即马是请这个贾炳宏教授先讲这个宗教消息。多谢吴医师。咱过去八堂古，迄个宗教消息拢是林天明教授。来咧报告，今仔日伊袂当来，我予伊指派讲，叫我着来准备这段的节目吼，真无拍算，是这个机会，我拄着咱的塔萨关系，咱甲塔萨真有关系，即重要的消息就是宗教交流，伫。今年，我就准备海老吼，我将这个稿报予会长、叶秘书、甲林教授看，因拢感觉讲真好，叫我就爱创海老，所以有事准备咱桌顶拢有海老吼，但是哪看哪听，所以我无准备 PowerPoint 吼。啊，这个消息就是伫6月15日伫《哈佛顿 Post》的网站有看到。迄、那个消息就是讲，伫迄个前日，今年6月14日，全世界22位宗教领袖发表一篇声明，鼓励所有有信仰的人，甲其他宗教的信徒去交做朋友。这是因。声明的态度，这篇声明哦是重要的声明，是伫以色列的伊拉家 Interfaith Institute 来发起促成的。这个 Institute 是伫1997年为着要促进宗教间的和睦合作来成立的国际性非营利机构。伊甲联合国的 UNESCO 有联系，受到因的支持，
这个饮食自由的标语就是分享智慧，培养和平 ，sharing wisdom and fostering peace。中部设在亚罗塞岭，以色列亚罗塞岭，啊，伫其他真侪国家拢有做分布。啊，伊这声明，就因为一般人认为宗教是人类分居不合的原因。啊，这声明就是这意思，就为着要改正这款对宗教的误会的一个方案。这几位领袖来提出不同宗教可以在世界上互补合作的看法。这是22位领袖，差不多包括所有世界上的主要宗教，就是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东方正教、犹太教、回教、佛教、印度教、锡克教等。啊，在这声明的内容里面，每一个参与的人有针对如何达到每人化解对别宗教的偏见和不信任，甚至希望可以减少因宗教因素所引起的暴力，提出个人的看法、经验和建议哦。啊，这声明的概要，咱会当在 YouTube 看到，哦 ，YouTube.com/makefriend 这個。诶，网站会当看到，啊，声明本身是聋哑，伫伊赖亚，Interface 诶网站吼 ，www.elijah-interface.org 可以看。啊，伫这个网站内面也有介绍这22位领袖诶背景甲贡献。哦，这是个先介绍这个。伊拉呀，因他是会因是就创这声明的动机，啊，这双声明的概要就是下面，伫英国的回教的老教师讲，阮的劝告是要甲所有宗教的信徒结成做朋友，啊，达赖喇嘛赞同讲，对个人的接触。个人的友谊，咱会当互相交换，得到更加深一层的经验。啊，天主教的教皇 Pope Francis 提起伊甲阿根廷的犹太教的 Rabbi Skoger 的交情，讲经过伊的说明，我的宗教生活增加丰富真多。我相信伊也有同样的经验。啊，这个 Rabbi Skoger。回应讲，阮是伫阮的献身甲宗教活动，伫阮的人生中彼此找到帮助。啊，锡克教的领袖讲，咱的宗教生活亲像是大家做一个爬山，无论你对对一个方向来爬，拢需要彼此的帮助来达到上一个目标。啊，回教的领袖讲，咱需要组织社会，互相理解，社会来找发掘彼此的共同点。啊，伫瑞典的基督教，Lutheran Church 哦，的女主教讲，咱可以开始除去偏见，培育新的看法，来产生新的希望。啊，英国的国教的主教讲，咱需要。社会彼此交谈，享受这个彼此交谈的快乐。啊，印度教的女领袖讲，希望普世的友谊会当实现。啊，印度教的男领袖讲，咱需要尊重别个宗教，像咱在尊重咱家己的宗教一样。啊，伫印度的西藏佛教的女领袖讲，咱就爱较少讲话啦。给做一挂好代志。啊，伫英国的最老的犹太教的教师讲，甲咱完全无相像的人，做伙一段时间了后，一个可能发生奇妙的代志，就是咱发现彼此有偌济相像的所在，有相像的惊吓，有相像的希望。
啊，佫有大家关心小祥的代志。啊，即个伊来只 Institute 诶主持人 Rabbi Goshen Goldstein 讲，咱袂当否认伫真侪基督诶宗教书籍内面，咱对其他宗教诶信仰诶其他宗教信仰诶人，袂当开放心怀，甚至有敌对诶心情。因为安尼，当世界主要宗教领袖社会来鼓励友谊，因是在肯定一个实行有友谊的宗教生活方式，而且来否定相反的方式，并且讲吼，这个声明伫新立上提出一个新的看法，就是肯定宗教间需要友谊。到这就是这个声明的概要。啊，我有对这个依赖者伊在 Facebook 上的网站详细看这二十二位领袖的介绍，发现就是啊，这二十二位的世界领袖中间，一个人跟台湾有关的，迄个人就是新道法师，新道法师吼，伊的原名叫做杨进生，1948年伫缅甸出世，伫华人的爸母的家庭，算是真细汉的就变做孤儿，爸母拢过身，去予当时伫缅甸甲云南边界遐蒋介石的军队收容，甲面做伙13岁时，对遐军队去到台湾。啊，到20岁中间，拢伫军队内面生活。啊，25岁起，伊20岁离开军队，25岁起，对声闻法师有佛法。啊，到35岁，伊怎啊真虔诚？这十当久真虔诚，信者啊修法。伫35岁时，伫咱台湾东北角吼，福隆，咱也毋知福隆的，知影遐有是海水浴场，我大学生时代捌去过。啊，伫福隆附近的灵鹫山设一个道场，叫做无声道场。啊，伫后来伫新北市永和有设一个世界宗教博物馆，介绍世界的十大宗教。啊，然后在 New York 有设一个 Global Family for Love and Peace 的这个组织。哦，那我是叫 surprise， 唔捌听到。那台湾大法师证言啊，啥那些捌听就要捌听到无声道场的迄、那个。新道法师，唔知咱捌听到啊？唔，真 surprise！ 啊，伊伫即几冬吼、哦，有参加主办未少印刷会的活动，像2022年伫印度有设有主办佛教甲佛教的教迄个对谈，大家落的会议，啊，前几日伫。UN 联合国，就是纽约为 UN International Day of Peace 的活动，即、這个 Global Family for Peace and for Love and Peace 来参加 UN 的活动，所以不怕算，但台湾是不够界有即款是国际尊重啊敬佩的导师。哦，所以咱若有趣味哦，去因他那找迄个新道法师哦，伊的贡献，伊的事迹，会当看到真多。啊，我今日报告到这。